长江隧道通车仪式，51年前，武汉人民亲眼目睹了万里长江上第一座大桥——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今天，我们又将共同见证万里长江第一隧道——武汉长江隧道建成通车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这是全市人民热切期盼的一件大喜事，也是武汉市城市建设历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尊敬的李鸿忠省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界朋友，今天万里长江第一隧武汉长江隧道即将通车，作为武汉长江隧道的建设者，此时此刻心情无比喜悦，无比激动，无比自豪。首先，我请代表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向莅临通车仪式的各级领导、各位来宾、各界朋友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武汉长江隧道通车仪式，这是武汉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在此，我谨代表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关心支持长江隧道建设的各级领导、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向长期奋战在隧道建设一线的广大干部职工表示崇高的敬意。武汉长江隧道是万里长江第一条越江隧道。51年前，万里长江第一条武汉长江大桥建成，天堑变冲突，结束了汽车火车不能驶过长江的历史。今天万里长江第一隧武汉长江隧道建成，百年梦想成真，对于缓解我市过江交通的压力，加快武汉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建设，提升城市功能，推动三镇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武汉在中部地区率先崛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志们，城市建设三分建七分管，我们既要建设好隧道，更要管理好隧道。希望各建设管理单位和广大干部职工将隧道调试运行作为新的起点，继续发扬科学严谨、克难奋进的优良作风，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做到三个确保：一是保证隧道供电、通讯、通风、消防、监控等设施设备的完好，确保隧道安全；二是要合理控制引导车流，确保隧道畅通；三是要完善应急体系，加强应急演练，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确保隧道能够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我们相信，在各建设管理单位和广大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够确保
长江第一隧的安全与畅通，以优异的成绩向全市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谢谢大家。我宣布武汉长江隧道通车。大概是几年的时间呢？四年。四年就一直在这边。您是本地人吗？不是。那您四年过程中回过家吗？过年的过程中。回了一次家。只回了一次家是吧？只回了一次家。那您就是今天这个通车的话，您心情怎么样？非常激动。在此前的过程中，您有没有就是经过这个长江隧道，就是通车之前有没有穿，就是步行穿越长江隧道的？那平时真是太多了。太多次了。昨天还一天走了五趟吗？六趟。五六趟是吧？对。都是徒步穿越。很正常啊，因为你这个过程中沿线的施工要发现问题，要解决问题。那您就是在整个长江隧道过程中，您主要是负责哪一块的？我主要是负责那个技术管理。技术管理。对对对。就是具体是哪一块的？就是技术管理具体是哪些工作？就是土木技术啊，施工过程中的工艺啊、流程啊这些质量安全控制。您觉得就是它这个技术方面的话，是不是您现在就是之前所经历的这种隧道啊，包括桥梁这一块是最好的？那这个技术肯定是无可比拟的，而且就非常有难度的。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也是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不断的成长进步的，也是向各位领导专家包括一到外界参加培训，然后经过不断的学习提高，才能适应这个工程的建设。因为它这个过程中创新的地方非常多，而且就这是一个非常全能的系统，牵扯的面很多，包括有土木工程技术，然后机械设备技术，然后还有机电设备安装这一块，这个系统是非常完备，非常复杂。那么今天就是通车的话，你是不是今天起得很早啊？对，那六点半。也是心情很激动，觉得这个隧道还是凝结了自己的心血在里面，是吧？那是，因为毕竟四年了嘛，和家人团聚的时间非常少，在这个过程中付出的很多，确实也比较辛苦，但是确实付出了，辛苦了，但是成功了。那今天有没有跟家人打电话呢？跟家人打电话就是报一下喜呢？刚才已经打过了。打过了是吧？对对对。您家是哪的？我家是陕西的。陕西的。对。行，那谢谢你。好，不客气不客气。